注意看，奶妈拿起来了一个软趴趴的东西，还抖了两下，平铺到地上。随后黄连奶爸接了过来，拿在手里。奶妈掏出手机，调整好角度，咔的一声记录了下来。紧接着奶爸奶妈就去解挂在木桩上的蓝色绳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刚才，萌萌本在专心致志地吃着好吃的笋笋，不经意地回头一瞅，咦，这里突然出现的这个是什么东东呢？萌萌缓缓地起身后，四处张望了一下，萌萌又慢慢地坐下。是谁在我的地盘放的这个东西啊？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既然放我院里，就要让我检查一下质量哦。先用小鼻子轻轻地闻了闻，心想这到底是不是给我的玩具呢？没人来认领，那我就先替他检查一下呀。然后抬起了手，碰了一下，还会晃来晃去的，好像挺好玩的样子。于是就放心地玩了起来，四脚并用的环抱，摇头晃身的熊抱，